你们穿成这样就出门啊？这鬼市可是鱼龙混杂之地，你们穿着官服出去，怎么能合适呢？哎，赶紧换去！去，快去呀！嗯，去啊！ 你有病啊！你才有病呢！哎，不是，你穿这身干嘛？不是你让我换便装的吗？玉大哥呢？我们走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穿这身不能进鬼市。我这身怎么了？我感觉还挺好的呀，我好久没穿女装了。哎，大小姐。 你穿这身进鬼市的话，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富家千金。你要是被盯上的话，你不被抢劫才怪呢。你少吓唬我，谁敢抢行李室的呢？哎，你知不知道鬼市有多危险啊？就你这身进去，你不一定被卖到什么地方呢。你非要穿这身衣服的话，也行，但你不能这么好看。我给你重新装扮一下。哎，男孩子不能随便进女孩子的闺房，沈大哥也不行。嗯。 你不去拉倒啊！哎，那你去帮我打盆热水吧。哦，走吧。哎，你不能去，我大哥都进去了，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你比沈大哥笨，你不能进。对。 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你别乱动！这就完了？好了。哎呀！沈阳，沈阳，我杀了你！哎，你别！别冲动啊！你要干嘛？哎，你看你给我弄的这么丑！我是为你好。放个屁！你这样才能去鬼市啊！我……哎，别！ 哎，怎么了？嘿，哎，我，你救我，救我！你别闹了！哎，你还跑？别追了，别追了！玉大人，快救我！他要杀我！玉大哥，你看看我，你帮我教训教训他。 哎，让开！哎，我们要在那边呢。哦，过来看看吧。有吗？当然。哦，我们再随便看看。好啊，嗯，挑挑吧。一个地方，跟我走吧。 看看啊！哎，你看这里，这里就是鬼市。哼，我跟你们讲啊，鬼市规矩多，千万别犯什么忌讳。而且呢，咱们此行查到线索是此案的重中之重，容不得差池，在这儿都得听我的。喂，特别是你。 千万别捅什么娄子！喂，我找你来是来带路的，你才不要捅什么娄子呢！还有，怎么查幽潭草，我们自有办法。哎，
那要是万捕头有什么方法的话，还要告诉在下一二啊。那你乖乖跟我们走就对了呀，对不对，易大哥？哎，反正我的赌约呢，也剩下最后一天了。如果你还在这儿耽误时间的话呢，到时候别怪我不认啊。万捕头，还是听沈瑶的吧。哼，还是玉大人明示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一会儿在这儿的话呢，我是大当家，你是二当家。你是丫鬟，十六呢？你还当十六吧。好嘞，大哥。不行。怎么，你不服吗？我当然不服。不是说了吗？长安我说了算，我要当大当家，你是杂役。行，我是杂役，我可不想惹什么麻烦。檀草吗？没见过。既然我们大家谁都没有见过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啊？啊？老板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姑娘手中的乃是蜜草藤，有奇香，是专门用来逗丝翅鸟的，要不要买一点啊？哎呀，真的是没见过世面的丫鬟，还说自己是个大当家。我们还是赶紧去寻找其他线索吧。哎，干嘛呀？怎么打我大哥呢？十六，不理他。反了你们了，两个杂役还。